今年23岁，是一名瑜伽老师。明明又到这来干嘛？我今天要向我的未婚夫天诺和他前女友告白，我希望天诺给我解释他前女友对他的骚扰，他居然一再的包容，我希望他前女友不要再来骚扰他了。来，先说一说怎么回事。我跟天诺认识有半年多了，然后我俩马上都要结婚了。最近我发现他前女友对他骚扰，就是打电话然后发短信什么的。有事儿？有事儿，我觉得有事儿。后来有一次我俩正吃饭呢，然后电话就响了，天诺就起身出去接了。他原来从来都没有背着我的情况，当时我就挺生气的，我把电话就抢过来了。然后那女人就跟我说，你不要被他骗了，你查查你男朋友老底儿，他什么人呢，你就跟他结婚，他早晚给你甩了。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底，也去查了，但是所有朋友都支支吾吾的，一提到这事儿好像都约定好别跟我说这事儿似的。那你说我能不怀疑吗？你的这个男朋友可能有愧于对他的这个前女友，肯定是有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所以他的女朋友才这么有底气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骚扰他。又或者是其实你的男朋友根本就没有想要和他前女友分手，是他的前女友把他甩了之后他才来跟你在一起的，所以当他的前女友来回来找他的时候，他无法抗拒，因为他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女生。我绝不赞成说以对前女友的这个行为就来推断说你现在男朋友就一定有问题，这完全没有逻辑关系。你在跟你男朋友前女友的交锋当中，你已经输了一招，对方很是高手，他说你去查查吧，你就去查了，你让对方看到了你对你现在男友是不够信任，所以他有机可乘了。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肯定还是有关系的，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剪不断理还乱。我倒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处理问题欠妥当，他没有把很多事情处理清楚，但是不太存在跟他的前女友还有什么情感纠葛。我就特别不明白他男朋友为什么不带着他跟前女友见个面，以后他再怎么骚扰的话他也不会介意啊。对，所以他男朋友就是很优柔寡断嘛，今天这个场合倒是有可能促成见面哟。你认为天诺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来说他对我就挺好的。对父母怎么样？对父母也挺好。他像个花心的人吗？不像花心人。明月和家境富裕的天诺相恋一年了，互相信任。就在二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一位叫刘畅的女孩却给他们的婚事带来危机。自称天诺前女友的刘畅不断通过天诺的手机短信和电话向明月揭露未婚夫的种种情感过往，而面对这一切，明月心中那个体贴专一的未婚夫天诺却选择了沉默，这让明月陷入了无尽的困惑。明月来到现场，希望直面这位叫刘畅的女孩。那么保持沉默的天诺和自称前女友的刘畅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刘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在婚前向明月公开天诺的过往呢？他说的都是事实吗？刘畅和天诺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明月的告白吗？如果你的前男友不是因为花心，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残忍，因为对方不能生育，又或者是有重大疾病和缺陷，跟他分了手，你能接受一个这样的男人吗？不能，因为如果这样的就抛弃一个女人的话，他也能抛弃我呀。为你点个赞。嗯，请站到开启告白证明的面前。你是向两个人告白对吧？对。如果他们俩只能有一个人来，你希望谁来？我希望那个女的来。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呢？我来之前我跟天诺说我要到这里来了、我说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了，这是我最后的努力了。你到这儿来解决，这就把事件扩大化。但是他这样的，我得逼他做出选择呀。那如果他跟刘畅他们俩手牵手的来了，他们旧情复燃了，他们难以割舍。楚老师，我不相信，我对自己还是有这自信的。但是你刚才说你还不信自己，你要是那么信自己，你怎么会能查他呢？但是我现在回答你问题里，我心告诉我还是有自信的，我相信天诺。行吧，那我们看看到底谁会来到现场，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5 4 3 2 1，请按键。
我的妈呀，你们俩走过来的时候都好有范儿啊，都谁不聊谁，很有气质的就走过来。请介绍一下自己。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刘畅。你就是传说中的刘畅。你跟朱天诺是什么关系？我是他的前任女朋友。好，这下确认了，就是你在电话里告诉他说去查查你的男朋友，是这个意思吗？是。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所谓的未婚夫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有些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我不是他的前女友，我是他的前前女友。前前女友啊，在我之前我知道的他就还有两个女朋友，在你之前还有一个女朋友，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你这么纠结数量，不前任吗？你也是前任。我是想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难道不明白吗？我之前让你查他朋友是不是什么都不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朱天诺他不让他们说。其实我早就想站在这儿把这些事告诉你了，他都不让我见你。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也要结婚了，我们也装修了房子，我们连婚纱照都拍了，你知道吗？但最后还是分开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跟我就要结婚的时候，他在外面竟然还有别的女人。你能容忍吗？这种人你还敢嫁给他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呀？我俩认识吗？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就算天诺今天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这都是你说的。如果你真那么相信他，你今天为什么还来到这个舞台呢？你不就是想知道他的过去吗？现在我告诉你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你知不知道这些经验都是我拿生命换来的？我真是服了这些女人。他们的聊天方式总是容易把问题老跑偏，就聊到别的地方去。我来问两下可以吗？你们俩调换个位置可以吗？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刚才说天诺之前跟你也差点快要结婚了。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其实那时候我们是父母介绍认识的，父母对我们都挺满意的，我们交往了半年多就准备结婚了。那时候天诺对我特别好，什么都听我的。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了？就是我那天在卧室里收拾东西，他在外边打着电话就进客厅了。他好像是给一个女的打电话，因为我听他说，他说他跟我结这个婚特别窝囊，要不是他爸妈逼的，他根本就不会给我结这个婚。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他还说就算跟我结这个婚，他也不会跟那女的断了联系。他不知道你在卧室里面。他不知道。我当时头脑一懵，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后来怎么也想不通，我当时想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儿，只要他能回头，但是我咽不下那口气，我想听他给我解释，他就是不说。所以我就一气之下跟他分手了。你对他说的这段你信吗？涂老师听他那么说我挺同情他的，但是他说这个人完全跟我印象里天诺根本都不一样。你印象当中天诺是什么呢？印象中天诺对我特别好。我都了解他这么久了，你呢？你才不过跟他处了一年，你就这么相信他吗？稍微歇一会儿，稍微歇一会儿，稍微平静一下，平静一下。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这两个人在一起时而互相同情，时而互相诋毁。两个女人在一起不是故事就是事故。我其实谁也不相信，我想听这个天诺出来他作何解释。每一个人他谁没有历史啊，我有很多前女友这很正常，但是他每一个不是，我说真的，一个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他喜欢谁，他跟每一个人相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并不代表说我今天对他这些都是假的，曾经对你那些都是真的。只要我不在同时脚踏两只船的前提下，我单方面的跟任何人交往，只要不结婚，那如果你不是同时脚踏两只船，你是在短时间之内两只脚跳来跳去的，这叫什么呢？这个叫他内心摇摆不定，这也是他真诚的表现方式。不是，脚都踏上去了还摇摆不定呢。但是很明显的是他和前女友已经没有关系了。但他们还联系啊。他只是为了提醒现女友说他这个人不值得爱。哎，老师我容忍不了。明月我问了一下，如果明天诺就是他，
就是这样的对爱情的理解，你能接受吗？不能，完全不能。你能接受吗？我也不能。pass。所以呢，我觉得明月，你应该非常庆幸，就是刘畅用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来告诉你、警醒你，其实这个男人就是一个你不应该去爱的男人，要不然你的下场就会跟他一样。他要报复这个天诺呀，因为你当初给我的承诺和科他给你的承诺是一样的，所以他要来站出来揭露他呀，他说的话才是最真实的呀。哎，你真逗，我真不明白你的那个逻辑到底在哪儿。你刚才说的话正是我要反驳你们的话。没有没有，我觉得刘畅，听我说完，一个怀有怨气甚至于不敢承认自己对天诺还有感情的人，他说的话居然你还相信。刘畅，你现在有新的生活吗？没有。你现在从你之前那段感情里面跳出来了吗？很显然是没有。就是啊，这样人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就在说着自己跳出来，他在说着假话。那你觉得你对于明月是嫉妒吗？不是，我真的只是想他是善良的再去提醒明月不要步他的后尘，像他一样做一个傻女人。这个人都伤害过你，他此时此刻远离你是对你最好的一个结局。人家是有判断能力的一个成年人，人家过什么生活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关我们一毛钱关系吗？而且我还想这么说，其实任何一个前任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修养和素质，就是跟前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说所有的前任请和你的前任离得远一点。好，这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男人，两个女人不同的角度去来争辩这个男人究竟是好还是坏。珊珊，我倒觉得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朱天诺他是什么样的，我们真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从两个人描述当中好像完全是两个人。就算天诺他是一 playboy， 他不能改过自新吗？佳然一改本性难移，他可以抛弃我，他也可以这样抛弃明月，他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在提醒你，我不太好心了吧。不是，你太好心了吧，刘畅，三年了，我要是你我就承认。刘畅绝对是在拯救你。可以了可以了，太乱了太乱了，我可以了，我要刘不是什么，我要天诺，天诺出来吧。我终于知道女人为什么智商这么低了，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女人就因为一个还没来的朱天诺吵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朱天诺未必智商还高，他就把他们四个人弄得血脉膨胀在这儿。我乐意呀，我就是乐意呀。你们未必是敌人，也未必是朋友，但是因为一个天诺把你们俩搅和在了一块儿，在没有辨清敌我关系的前提之下，不要动怒。天诺会不会来到现场？要不要他来？要。要吗？要啊，他来了，他也没办法否认这些事实。好。与天诺相连一年后，明月因为他的专一体贴温情而同意结婚，而前女友刘畅婚前的电话骚扰，在明月看来是对天诺未熄灭的爱或是某种报复，而在前女友刘畅口中，天诺是一个背信弃义的男孩，仅仅出于好心，天诺结交的女孩他都会好心提醒。如果刘畅所说的全是虚构，即将结婚的天诺为何在此时选择沉默？如果明月心中的天诺才是真实的，那么刘畅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出于报复吗？而对未婚妻明月的质疑，面对前女友刘畅信誓旦旦的好心，一直沉默并纵容前女友电话骚扰的天诺会来到现场吗？刚才你所说的，不管天乐怎么样，哪怕是抛弃我，我也乐意呀。我不是说他抛弃我，我乐意。那你是说什么？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所以你认为是不会被抛弃的？我有自信，对。那如果他是真抛弃你呢？你我先抛弃他，他今天不来的话，我不跟他在一起了。不对呀，你开第一扇门的时候，你不是这样。我纠结吗，涂老师？要我也不能来到这儿。第二，天怒来了，亲口承认以前的历史，他陈述的是事实，你怎么做？懵了是吧？你这么问我确实懵了。这有什么好懵的呢？如果他说的是句句属实，你要做的就是立即拔腿离开呀。我要听听天诺怎么说。我说如果天诺说的就是他说的，你怎么办？我要听他解释，我不知道。你完蛋了。
我不能一枪毙了他，我要听他怎么解释。我相信他有，他是有难言之隐的。向来缘浅，奈何情深。既然情色起，何以笙箫默？啊，就是认准他吧。我看他值不值得我认准，我也不知道。让我们非常气愤的倒数一次，五、四、三、二、一，请安静。年26岁，来自沈阳。你站干嘛离？离站他离那么开干？我一开始想站那边的，我看他站那，我就过来了。哎，他还凑近一点。你就是天诺什么？那你是个重守承诺的人吗？你知道你今天来干什么？我知道。那你，我想请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对这位女生曾经有过承诺吗？有过。你守了这份承诺吗？我没有。没有。你对这个女生有承诺吗？你会守这个承诺吗？会。哦，那就是说你还算不得上是一个守承诺的人，因为你第一个没守，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守，对吧？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是一个如你名字所说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男人。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是吧？对。我问你，天诺，他说都真的吗？你要跟结婚的是吗？婚纱照都拍了。先别紧张，你先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我给你那么长时间，我相信你多久了？所以说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聊崩这个事情。来，这样哈，接下来你们三个人好好把这事儿谈清楚，一个一个来，行不行？你愿意，你先挑，你愿意站哪？站好啊！接下来是刘明月、刘畅、朱天诺的告白时间。不管我一会儿说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你俩先说吧，我现在太乱了。刘畅，其实我跟你在一起，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不可能，你不爱我，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我妈妈病有多严重，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一个月做3次手术，他你知道他第3次手术跟我说什么吗？他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所以说他才把你介绍给我。我想，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我都觉得你应该会答应我妈。这不是重点吧？是那个女人吧？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儿？电话我都听见了。刘畅，其实根本没有那个电话。我知道那天，我知道你在卧室，我故意打这个电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见，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我觉得这样，你别编了，你这么多人面，你说这种假话，你骗谁呢？我有必要编吗？那时候我妈多严重，你是自己知道的。陪我妈那段时间，你认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那既然你不爱我，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就是因为我对你有愧疚，所以说。才让你去布置这个家。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拿什么弥补你。今天我把以前房子的钥匙拿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收下，希望你能够收下这个钥匙。你是在侮辱我吗？你收下吧。朱天诺，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人？我爱上是你的钱吗？我爱是你的人啊！你人不回来，我要这房子干什么呀？但我真的不爱你，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真的一点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要这钥匙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刘畅今天说到做到，我不会再纠缠你的。
人在给朱天诺取名的时候，就希望他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可是，在母亲病重的情况下，朱天诺毫不犹豫地违背本意，听从父母之命，而选择了流产纳妾。却又在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之后，以不恰当的方式与刘畅分手。朱天诺虽然维护了亲情，却伤害了刘畅的爱情。在今天所有事情明朗之后，我们祝福这位曾经被伤害却非常真诚的女孩，在走出人生的误区之后，放下过往，去寻找真正的幸福。那么明月在得知未婚夫天诺因为亲情而背弃爱情原则之后，会再次接受天诺的告白吗？明月，其实我刚才说你也听见了，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已经清楚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天诺，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这一段时间我很想相信你，和你相处的每一天。我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就觉得我确实以前挺爱玩的，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就碰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我从来没有过，就跟你在一起，我从来没以前没给任何女的做过饭，但我给你做过。我真的特别喜欢你，我真的想跟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这个、三年来我一直都挺纠结的，我今天我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希望你应该相信我。我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吗，天诺？我现在站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心里是那么难过，我还维护着你。我平常什么样人你也知道。是，我知道。我为了你受多少委屈，你知道吗？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再委屈下去的，所以说，我今天才来这儿，我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我说出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有顾虑了。我希望我能跟你在一起走下去，你知道吗？我以后一定有事，一定要先跟你商量，我一定会先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好吗？从未想过被分离，仍能藏一个记忆。在现场，明月因为已是迷茫而接受了天诺的告白，但是在离开舞台后，冷静下来的。